大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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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
行吗？当然行，比笨，我最行，比聪明，我不如他，比笨，我比他强啊！嘿，谁管你这死活啊？我是说呀，这个办法行得通吗？行得通，这个小鬼子脾气，我摸得最清了。对，和你一样笨。但愿我比他笨，全世界啊，你最笨，那我就开心的不得了。嘿嘿嘿。各位乡亲父老，我再把这个规矩说一遍。本人我呢叫苏本谦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钱，钱多了我很烦呐。现在呀，我想跟各位说一遍这个比赛的规矩。今天大家把棉被盖在身上，谁要如果不晕倒，这200贯钱。 就是他的了，200块钱拿些假钱来误我们了，假钱，你看清楚是真的是假的？真的，当然是真的啦，假不了了，当然是真钱呢，真的，你们看看这绝对是真的。 当然是真的了。各位兄弟，这些钱呢，等着你来拿。谁能比我的兄弟孙本仙来热，谁就把这些钱拿走。好样，好样，好，加油！
我们要认输，现身了。你们看，我们要信仰。 原来你住的这里，那想当然，甘罗也会回到这里来。哈哈，我要在这等他回来。甘罗他不住在这。嗯，小姑娘，你说话有点不老实啊。嗯，看什么看？没礼貌。 好凶啊！我是在看你是一个诚实的小姑娘。那当然啊。哎呀，哼，小姑娘，我是不想伤害你呀，可是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甘罗到底住在哪里？不告诉你。哎，好吧，我这里呢，有200贯钱。 通通给你，别想要钱收买我。如果呢，你有办法像这尊神像一样站个3天3夜都不动的话呢，我就告诉你甘罗住在哪儿。3天3夜？好。 一言为定。你说呢？嗯，如果这3天3夜里你的身子动了一下，那你就得放我走，而且啊，永远都不能来找我。行，不但放你走，那200贯钱也是你的。好，来吧。来，谁怕谁呀？嘿。
好了没啊？好了。高一点，平一点。好，就这个姿势，不准动了。好，动的话你就说了。姑娘还没有开始了吗？我是拿绳子。你要拿绳子干什么？比赛是公平的，对不对？那也不需要用到绳子啊。哎，这三天三夜你总不能瞪着眼看着我吧。哎，你饿了你总要吃点东西啊，你困了你要睡一觉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绳子给我吧。哎，我绑这个绳子的意思呢，就是大家比赛的公公平平，平时哎也保证我逃不掉。绑好了没有啊？好了。我试试看够不够紧呢。紧啊，紧了。再试试看。好紧啊，很紧了。行，好。小姑娘，你去看看什么时辰了。你不要再动了，已经开始了。我现在开始。再动就输了。好。现在日头偏西了。日头偏西。嗯。三天三夜以后日头再偏西，就是我们分出胜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背后一定有主，啊！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阿甘，山玄姐，你不要再跟着我。我不跟你，我跟谁呀？看看哪个大富人家的夫人需要丫头，你就去跟她吧。我不要当丫头，我就是要跟着你。他们要的是我，跟我分开，你就会安全了。我知道，你嫌我碍手碍脚，成了你的包袱，是不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为你好啊。山水姐。臣重铁师洪烈拜见丞相。如何？甘如出现来。
人呢？人跑了。来见我就为了讲这两句话，甘罗现身了，甘罗不见了。甘罗武艺甚强，属下一时大意。一个12岁的男孩练过点把式是有可能，你说他武功高强，是否未免夸张了点？属下不敢在丞相面前做夸张之词，他的身法好像经过高人指点。这下神童不更神？朱本仙呢？朱本仙大概去追甘罗，属下不知他的去向。他去追甘罗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他不要我参与其事，他要我回来。他的牛逼劲又来了。属下有事情向丞相禀报。说。朱本仙坚持一笨取胜，属下无法接受。本性难移。这个笨家伙在我门下已经10几年了，我了解他。起来。是。你告诉我，他的主意是什么？他说一笨取胜可以申请甘罗，请丞相把他调回咸阳，另派他人集贴任务。朱铁师，朱本仙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物。其实愚蠢和聪明只是一线之隔，看似聪明其实愚蠢，看似愚蠢其实聪明。阴尽阳盛，阳盛阴衰，日月运行莫非如此，这个道理你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启禀丞相，是否要在此施展大法困住甘罗？在此客栈施法不妥，万一惊动了40百姓，会酿出灾祸。朱铁师，属下在。我无法在此久留，不等朱本仙了，我要立刻赶回咸阳向秦王禀报，再发现甘罗的行踪，立刻飞鸽传书，写明他的所在地点、行进方位，我会即刻施行大法困住他们，好让你们下手取他的性命。不论此处发生任何状况，消息不得传回咸阳。属下知道，恭送丞相。朱本仙，老子倒要看看谁聪明，谁笨。什么事？李丞相有重要事情向太后禀报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臣吕不韦给皇太后请安。太后一向深居简出，臣很难有时间与太后见面，给太后请安。跟我请安，还需要找适当的时间吗？臣有所顾忌，请太后见谅。
这十多年来，臣没有一天不惦记着太后。十多年，你现在才找到时间来给我请安，吕不韦，我真要谢谢你的一番心意。臣禀太后，臣对天发誓，自从当年臣由赵国护送先王与太后返回秦国，臣的志向没有改变。 什么志向？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秦太后原谅臣没有分寸，臣失言。见了太后，臣百感交集，心中极大。有些话想说，就是说不明白。臣永远无法忘怀在赵国发生的点点滴滴、大小事情。或许你恨我，我一直在想，先王在世的时候，你贵为皇后，我们不能常见面。而今先王驾崩，你又贵为皇太后。 我更不敢提起那些伤心的往事。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：你恨我，你当然恨我。为了我的功名和前程，我把你献给先王为妻。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无情无义之徒。 本来就是你买回来的小妾，你要怎么处置我，我没有意见。我更没有能力反抗。先皇喜欢你，向我提出要求要娶你为妻，我能拒绝吗？我跟你一样没有权利反抗。听我把话说完，赵姬，我问你。 当今的秦王是不是我们两个的孩子？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无情无义之徒。我本来就是你买回来的小妾。 你要怎么处置我？我没有意见，我更没有能力反抗。先皇喜欢你，向我提出要求要娶你为妻，我能拒绝吗？我跟你一样没有权利反抗。听我把话说完，赵姬，我问你，当今的秦王是不是我们两个的孩子？ 当今的秦王是我们两个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在和先王成婚之前就已经怀了我的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秦王耳闻此事，我一生的努力将付之东流，可能连性命都不保，取而代之。 如果我是秦王，他是我的亲骨肉，我如何能下得了手杀他呢？启禀丞相，铸铁师已发现甘洛行踪。 属下全记得。你即刻启程，在他们没有到达咸阳之前，属下遵命。在你跟朱典士碰面之前，我会引动大法阻拦他们。你快走！干！干！我要你插翅难飞。
要不好累呀。再不赶路，我们今夜就要露宿山野了。露宿山野就露宿山野嘛，你。以为你很行呢，结果还不是跟我一样。你都是被你传染的吗？你爹是怎么死的？为你送来，遭人侠院暗喜身亡。你当初是怎么跟娘约定的？我在少公堂为人送来，你做到了吗？孩儿违背了娘的心意，该打！我打你！我打你！我打你，将娘的话当半耳边风；我打你，将死踢在刀子口上；我打你，也不顾娘的千疼万痛，打死你，打死你的不孝子！疼吗？不疼。不疼，为什么要哭呢？人家说，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而不是因为疼，是因为娘的手劲越变越轻。这些年来，娘的手劲越来越轻，孩儿是因为娘的健康而娘，娘，我们快走，快点！你又在外面爬过了，活该！娘，我来不及跟你解释，我们快走吧，山水姑娘，快走啊！别拉我，你走啊！你不要拉我啊！丹罗，你跑不了了。丁牧堂，你要做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别装了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既然被你识破了，更留不得你。想什么啊，山水姐？你记不记得你娘长什么样子？不记得耶。那你记不记得她抱你的样子呢？她生我没多久就挂了，我哪记得啊？这个时候，山水才意识到，甘罗还是个未长大的孩子。需要母亲的抚慰，而此刻他正由姐姐的角色转换成母亲，所以就把甘罗紧紧地抱在怀里。
么人？小的李斯。啊，小的是丞相门下的食客，已经入门五年了。既入我门下五年，就该懂得规矩。说什么规矩？擅自闯入这个房间的，必杀，不留活口。嗨，既然遗憾，就把话说完了再上路。我不希望我的门下含恨而亡。说，有什么遗憾？小的遗憾有二。第一，小的在丞相门下吃食五年，丞相对小的一直是恩重如山，这五年来，小的一直是无法回报于丞相，此乃一大遗憾也。第二呢？最近小的有一良策，想将此一良策献与丞相。今日一死，此一良策将胎死腹中，此乃遗憾之二也。什么良策？说。启禀丞相，现在魏韩赵楚燕五国联军逼近函谷关，蒙敖老将军采取守势，在下认为不妥。蒙敖老将军身经百战，秦王和我对他有信心，他一定守得住函谷关。守得住函谷关不算胜利，丞相，守住函谷关只能算是平分秋色，不胜不负，应该派兵出关歼灭敌人，那才是上策。如何歼灭敌人？五国联军魏赵楚三国军容壮盛，乃是强劲之旅，不可略其锋，而韩燕两军训练不严，乃是乌合之众，应该分兵出关袭击之，定可得手。五国联军乃是利害同谋，非信义之交，不去其二，剩下那三国为求自保，自然撤军，我秦军又可趁胜追击，此乃大胜计也。你再说一次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启禀丞相，在下子。李斯，你冒生命之危闯入密室，就为了献此良策？是，丞相。我佩服你的勇气和决心，也喜欢你的计策。谢丞相赐在下不死之恩，在下愿意为丞相赴汤蹈火，肝脑涂地。今晚你在外面书房后面，我修书一封，让你带到函谷关，令蒙敖将军依你之计行事，你就待在函谷关，以我丞相之命行督军之职。谢丞相。就是后来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历史名人上卿李斯，函谷关立功回来之后，吕不韦把他推荐给秦王，成了秦王身边的随从。秦王派他暗中寻访梦中才子甘罗，没想到李斯阳奉阴违，另有阴谋。
威威顺顺的干什么？我想和你。怎么了？拼命！哼，什么东西？跟我拼什么命啊？哎，兄弟啊，此一时啊，彼一时也。在那个破庙里边，我为了要捉拿甘罗，我不能顾得了你这个安危啊。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俩仍得联手对付甘罗。我是对事不对人呐、哎，你明白吗？我就知道你对我行事原则不满意呀、啊，可是我也懂啊。你想一个人捉拿甘罗，独享功劳。勾心斗角的事儿，你就变聪明了。你这种小人的心机，连三岁的小孩都看得懂。逢了什么事儿，你都喜欢耍点小心机，你以为可以瞒到天下人？你这种人呢，才是最笨的人。哦，好，哎，你聪明，你有智慧，你是那天上的智多星，转世投胎。我是小人，我是耍小心机的小人，我最喜欢耍小心机的笨小人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不要生气吗？你不觉得吵架太累了？我，我们俩联手啊，捉拿甘罗是丞相下的命令，你不能一走了之啊！捉拿甘罗照办，跟你联手，不必。我刚刚啊，才接到丞相的飞鸽传书啊，他派那个老七啊支援我们，信上他特别勉励我们，要我们三个人呢同心协力完成任务。就是那个吹箫弄笛那个老七啊，我对他一点记性都没有。嘿，那个老七崔松啊，他的武功高超啊，有了他我们就如虎添翼啊。哎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啊，嗯，你这个打铁的啊，一个打铁在那叮叮当当，一个在那吹声呜里哇啦，叮叮当当呜里哇啦，你们两个做了什么大事啊？苏本仙，嗯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要提醒你。你说，丞相派老七来，他负有监督之责，我们不能得罪他。什么？他有监督之责？嗯，我当初投在丞相门下的时候，他还在他娘怀里吃奶呢，他监督我。好吧，好言相劝你也不听，我也没办法。以后啊，丞相怪罪下来，你责任自己负。哼，不要压着我。好吧，好言相劝你也不听，我也没办法。以后啊，丞相怪罪下来，你责任自己负。哼，不要压着我。咱们走咱们的阳关道，他过他的独木桥，随他去。我刚才跟他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？听到后半段。老七哥，刚才我们失言，老七哥你海量包涵。哼，我要让这个愚蠢之徒见识一下我的御声音律。哎呦！
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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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伤这么重！哎呦！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我的伤势到底怎么样啊？哎呀！你这前后腿的功力不同，伤势有别啊！哎，我又不是给猪踢的，还分前后腿了还？你笑什么笑？请恕老夫直言，只有那个既笨又蠢的人呐、啊，才会为猪所杀。老板，这一共多少钱呢？哎呀，一共十贯钱了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都找他，天哪！老板，这个膏药我贴了，好舒服。你到底给我的是什么膏药啊？我知道这种膏药，我还有什么膏药？真是的。老板娘，你过来，干什么？你走开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板娘。陈书记，咸阳城还有多远？不知道哎，会不会是我们走错路了？这个方向应该是不会错，不过还有多少路程啊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哎，就要算了。我帮你捏捏。不要，我很会捏的。小时候啊，我娘最喜欢我帮她捏了。哎，山水姐，我帮你捏嘛。不要，你每次都骗我。你说过你要永远在我身边，不会放我一个人的。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嘛，那你打我一下。啊！气消了没？哼，你肚子饿不啦？都饿了。那你怎么不早说？来，这里啊，有烧饼啊。来，这给你，我要吃这片。不行。这一片写了我的名字了，是我的。那这一片上面没有写我的名字，肯定不是我的了。好啦，倒了给你吃，这样你才能保护我啊。川水姐，你在干嘛？一口饼，一口鸡腿啊。一口饼，还一口鸡腿。好吃吧？嗯，好吃哎。嗯，下次来吃吧。啊，好啊。阿干，我有个好主意。什么好主意啊？这么多人在追杀我们，如果我们化妆易容，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啊？阿干，你觉得这个主意呢，比你聪明还是比朱本仙笨一点啊？这个主意嘛，比我笨，但是呢又比竹本仙聪明一点点。这个主意是不错，问题是我们要化妆成什么样子才不会让人家识破呢？这一段该你想了。有了。
你化妆成老太婆，我才不要扮成老太婆。哎呦，山水姐，这又不是在演戏，你还挑角色的？我就是不扮老太婆。哦，那我在想嘛。哎，山水姐，我比竹本仙还笨，干脆啊，你自己想扮什么你就扮什么好了嘛。我要扮男孩。那我呢？你就扮小女孩啊。我才不要扮小女孩呢。哎哎哎，现在又不是在演戏，你还要挑角色啊？我不管，我就是不要扮小女孩嘛。好吗好吗好吗，那我们再想喽。山水姐，你站在那里跟凶神恶煞一样，谁敢上门来算命啊？你凶啊？我看了都怕，你说不凶啊？那我不会站吧？男人要怎么站啊？来嘛来嘛，你站这里嘛，你手不要放在胸前，你就这样站直直的不就好了吗？上门了。解梦多少钱啊，小仙姑？先生您先请坐，这要是灵呢先生随意给，要是不灵呢则分文不取。那请一下小仙姑的樱桃小口多少钱呢？解梦多少钱啊，小仙姑？先生您先请坐，这要是灵呢先生随意给，要是不灵呢则分文不取。那请一下小仙姑的樱桃小口多少钱呢？先生，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小女子言语轻薄，态度下流，我断你恶贯满盈，死期已尽。我拆了你的桌子，看你们还敢不敢在咸阳城信口雌黄、妖言惑众。先生，你拍了我的桌子惊动死神，你活不过下一刻。来，断吉凶我最灵，解噩梦你平安。这位夫人，你要解什么梦啊？我儿子啊，在赵国当学徒做木匠，他托人回来说要这几天会回家来。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拿菜刀往桌上一劈，把一个石榴给劈成两半了。先生您说，
我儿子这一趟回家路途平不平安，我母子啊能不能再见面团圆呢？嗯，石榴肉糊枝叶似雪，又被你劈为两半，依我看嘛，是个大凶之兆啊！赶快给你儿子准备棺材吧。奇怪，坐这儿五天了，那甘露怎么还没有出现呢？小仙姑，您说我这一刀劈了石榴，我儿子这一趟回家路途平不平安？我母子能不能见面团圆啊？石榴肉红乃大吉大利的原则。夫人，你刀劈石榴，则石榴之子粒粒呈现，所谓刮破线阻，此乃大喜之事啊！两天之内，你们母子即可同饮，赶快回家料理酒菜，准备为他接风洗尘吧。谢谢小仙姑，谢谢小仙姑。金口玉言，我儿子啊已经平安回来了。这点小意思，请仙姑您笑纳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哎，大叔大伯大婶想看的，赶快坐下来啊！还敢这边胡言乱语，东拉西扯，老娘啊差点没被你吓出病来。哼，我看你这副蠢相啊，再算十年也算不离。我竹本贤为了捉拿甘罗，忍辱负重，任人笑骂，这点不算什么。下一位，小仙姑。嗯，你能不能为我解个梦？嗯，夫人想要解什么梦？嗯，我儿子在楚国当学徒做铁匠，他突然带回口信说他这几天就要回家来，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梦见我拿把柴刀把院子里的葫芦瓜给劈成两半。小仙姑，您说我儿子这一趟回家的路途平不平安？还有我们母子能不能见面团圆？大吉！哎，别胡说了。夫人，您刀劈葫芦瓜，依我看来是大凶。儿子在楚国当学徒做铁匠，他突然带回口信说他这几天就要回家来，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梦见我拿把柴刀把院子里的葫芦瓜给劈成两半。小仙姑，您说我儿子这一趟回家的路途平不平安？还有我们母子能不能见面团圆？大吉！哎，别胡说了。夫人，您刀劈葫芦瓜，依我看来是大凶啊！锦家仙姑可有解灾避凶之法？夫人，叫你儿子避入山中，寻山路步行回家，或可避凶解灾；若步行官道，则必死无救。啊！行走山路，半年也回不了家，而且那么多的毒蛇猛兽，安全吗？要趋吉避凶，就只好如此。好了好了，解答了解答了，下一位。那么道长，
我一刀劈了葫芦瓜，您说我儿子这一趟回家路途平不平安？我母子能不能见面团圆？夫人啊，你刀劈葫芦瓜，这瓜子粒粒呈现，这叫瓜破现子。哎，这乃大喜之兆啊！两天之内，你们母子即可团圆，赶快回家准备酒菜，为你儿子接风团圆吧。对的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走好走好。你这个大骗子，你还敢在那里胡言乱靠天然地，老人的儿子在官道上被大队的骑兵践踏而死，你看你这个款项，你在这十年了，你也算不灵，你还我儿子的命来。阿甘，我觉得我穿这身衣服很别扭。谁叫你整天站得跟木头一样？可是，我觉得当男人好累哦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把衣服换回来好了。不行，进入咸阳城才是最紧要关头，算忍耐几天吧。今天那个老太婆跟昨天那位夫人，他们都是瓜破线子啊，你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是一凶一吉啊？今天那个老太婆两边太阳穴昏暗不明，而太阳穴这边是子女宫，所以她的儿女必遭劫难。哎，阿甘，那你看看我的。你呀，你会生18个儿子，36个女儿。你不要乱说话好不好？哎呀，山水姐，这个啊叫做官气。这里灯光太暗了，看不清楚啊，要白天才能够算得准。阿甘，我觉得你很有学问哎。这也不算是学问了，这只是一些数而已。我小时候随便翻翻书，我就懂了。翻翻书就懂了？那你现在才12岁，小时候是什么时候啊？嗯，5岁、6岁，还是7、8岁吧。阿甘，我觉得你很可怕哎。怎么可怕？异于常人。经常我都会觉得心里一阵难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异于常人。山水姐，我跟别人家的小孩一样，都是娘亲怀胎十月生下来的，为什么我跟他们的差别就那么大？不像小孩，也不像大人。你说我难不难受？阿甘，我没念过书哎，对于你的问题，我不太了解。书读的太多，也是一件烦恼的事。小时候，小孩子都在玩骑竹马，玩得好乐，娘也给我买一只，我就是不肯骑，我觉得骑竹马很无聊。山水姐，你知道吗？对一个独片各家各派典籍，懂得天文地学的人，这骑竹马对他来说是一件多无聊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你吓我啊你！山水姐，是不是因为我异于常人，所以他们才要置我于死地呢？但是，我什么时候妨害他们？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真是小的。万万岁！李斯叩见大王。请起。谢大王。此人名叫甘罗，是个10来岁的孩子，他乃学识渊博、才智出众之人。本王要去找到他，带进宫来，
代王不是已经下令吕丞相经办此事了？他公事繁忙，本王不希望再加重他的负担，此事就由你全权处理。是，倘若人手不够，可由禁卫军里挑选，但切勿对外泄露。启禀大王，臣有一事，不知该不该问。请说。大王找个小孩作何用处？李四，丞相将你推荐于本王，本王是满心欢喜的接受。本王希望全天下博学之士、才智之人，皆为本王所用。多谢大王指点，李四茅塞顿开。如今天下分裂，七雄争霸，我们要有远大的抱负，一统天下非我秦莫属。像甘罗此种精通天文地理之人，正是本王梦寐以求的人才。本王希望日后你与甘罗能相助本王，铲除秦雄，建立千秋万世的霸业。李四，你可有此雄心壮志？李四谨记大王教诲，一定效忠大王，至死不渝。好。甘罗居士啊，想请问你一下，怎么样才算合格呢？这个在下甘罗，命运干戈。你们哪位如果以相书命理算着我的来历出身，那这20贯钱就是他的了。南街上有个小仙姑很厉害，他大概可以算得出来耶。去再来试试吧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去啊，去啊。对吗？差太多了，甘罗是小孩子。你确定？把话拿出来看一看。甭看了，此人假扮甘罗是有目的的，他想引出甘罗。春从居士，春从居士，春从为纯也。他是不是竹本仙？对，就是春居士。好，这个笨蛋就当鱼饵，咱们就等着抓大鱼。人群里面有没有看到甘罗？没有。我猜以甘罗的聪明才智，就算来了也不会轻易现身。这样，我到对面客栈找个房间催生做法，你留在这里，哪个人中了我的音律魔法，那个人就是甘露。好主意。你自己都拿不定主意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你要当皇后还是皇太后？你
和我一样，也拿不定主意。你认为秦王如果知道这里的身世，他会对你不利？我就是担心这个，所以才寝食难安。你倒是说说看，秦王他有什么样的心思呢？秦王他残暴自大，有雄霸中原的野心，他绝对不可能容下自己有一个不明不白的身世。我的身份从皇后到皇太后不会动摇，也不会改变。我有问题啊，赵姐。我会替你保守秘密，你怕什么？你有野心，所以你害怕，对不对？你真的怕吗？甘罗，甘罗，无心通灵；甘罗，甘罗，无心通天。甘罗，甘罗，魔法音律通奴之灵，魔法音律通奴之心。刘太监传报，秦王不来了。哦，哼。不来也好，要不然我还得编一套词向他呈报。刘太监还说，秦王召见宰相，在咸阳城找遍了都找不到宰相下落，秦王真为此事大发雷霆。这竹本仙的方法当然有可能引出甘罗，但是太过招摇，事情迟早会传入宫中。万一甘罗现身，王上要向丞相要人，那丞相要如何应付？都怪我爱财惜财，太重大。现在他又拒绝和我俩合作，我俩已经无法掌控他的行动。哎，对呀，啊。朱本仙，这是你咎由自取，不要怪我。老齐，在，把它处理掉，做得干干净净，不留痕迹。属下遵命。像杀那个春虫居士。走，我们走。
有人急救，大家一定要忙的。三水，不要再做傻事，快回家去吧。要回去，得跟山水一块回去。更何况家已经被他们抢走了，哪有家可以回嘛？四爹，对不起你，四爹，对不起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臭丫头，今天得好好的教训你。家。爹自作自受，怨不得别人，只是苦了女儿你了。山水是爹的女儿，爹给过女儿锦衣玉食的日子，女儿谨记在心。往后的日子，走一步是一步。爹，我能挨过去的。干公子，你为人善良正义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你说吧。往后我这个丫头三水，你要多多照顾她。我会尽力而为。爹，